好多人说这个国旗不够看，对不对？我们带各位来看好看买。这在桃园国旗屋的老板，他自掏腰包办升旗典礼第29年了。这次呢，移师到中立龙江市民中心，四周是挂满了1.8万面的国旗飘扬，一起看。是的，主播直接带您关心哦。今天呢是中华民国双十的国庆日，那么记者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国旗屋这里。不过今年的国旗屋有特别换了地点，是来到了龙江的市民活动中心。而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国旗屋的老板张老板来到现场。老板你好。啊。那老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连续29年您都自己自掏腰包来办这个国旗屋，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哎，为什么会是什么样的动机让您愿意连续29年都来举办这个国旗屋？我不只是29年，因为我对这个国旗啊发过誓，我要挂国旗挂到死。那现在我83岁了，还没死，哎，所以说我要挂到死那一天。那么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跟国旗有故事啊，那就是7、8岁的时候碰到国共打仗，所以呢啊一打仗的时候啊就人员打散了。啊，所以说妈妈亲着我找不到爸爸，散掉了。那1年半以后，在金三角那个地方找到，哎，那么我们就打游击，啊，枪声响起又会上，又找到枪声响又上，就怕找不到。说妈妈呢，就缝了一面国旗，缝一面国旗交给爸爸，啊，你不能再丢掉了，嘛，孩子没有父亲，所以呢，啊，你到哪？你的时候你都要带着面国旗啊，在很安全的时候你就插在高床上，哎，那我们就以这一面国旗作为引导找寻父亲之用。那个时候我小，我也不知道它是国旗，哎，结果呢4年的经过千辛万苦打游击，你啊一下子讲不完了啊。结果呢到台湾政府把我们找到了啊，把当地的游击队通通林家俊带到现在的中正新村啊。那我父亲继续当兵，后来当兵了他退伍了，老了啊，我那个时候37岁了啊，那他去世了，我就啊整理他的遗物，在床铺底下看到一个烂箱子，用扫把打开一看是一个。看到里面什么都没有，还老鼠跑出来的，我看一看里面就是那一面国旗，我才知道就是嘛，我很激动，我跪下去发誓，我今生今世我就是爱这面国旗，爱到死挂到死，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这样了，谢谢。好，谢谢老板，谢谢。好，我们也听到其实国旗中华民国国旗对于老板来说真的是有非常的具有的利益哦。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这个国旗屋呢，其实现场的国旗总共有18000多面的国旗旗海飘扬，而且现场其实也聚集非常非常多的民众。那么现场呢也有升旗典礼，在待会的10点半之后准时呢来举行升旗典礼。那么以上现场这最新情况，我把时间镜头交给彭台主播。好，接下来呢持续带各位来关心到的是国庆大典上头呢3军1队的表演一直都是呢一大亮点，而他们现在呢也准备要来进行这个退场的仪式，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状况。
家好，我是林明瑞，我来自花莲。中华民国陪伴了我28年，陪伴在场的大家112年。我们拥抱了无限的梦想，包含很多的族群，其实我们都接纳。台湾的国土就有如天上的星星，不大，但是却能闪烁照耀国际。现场表演都很精彩，我们持续会带各位来关注到了。那么这一次呢，国庆大会的畜牧暖场表演是由获得2023年美国世界行馆的管乐大赛呢最佳旗队的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的乐旗联队重磅演出。而他们呢穿着红黑白设计的衣服，搭配旗手不断的变换队形，所以表现出年轻人充满活力的一面，一起来看。上空军 AJT 永鹰高级教练机，接下来进场的是由他们的国庆空中分列式。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型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